岁汤有着精致五官，凭借卓越的演技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之一。她与老公 Tony 婚后育有两子一女，不时会透过社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生活日常。近日她为了宣传新作品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孩子的叛逆期，她表示三个孩子目前还小，所以还没有面临太大的难题。不过随堂透露大儿子 Max 有一段日子坚决不穿短裤，就算是大热天也穿着长裤。她曾尝试与儿子沟通，但仍无济于事。在她与丈夫的关心下， Max 才肯说出实情，原来是同学嘲笑她的腿太细，因此想用长裤遮掩双腿。随后 Tony 教导孩子反击，批评他的同学身材比自己胖。虽然此后儿子终于释怀，变得比较愿意穿短裤，但随堂认为丈夫的反击太极端，让大家不要跟着学。